镇的穿甲舰已经事成了。庆帝对着长公主离去的背影就是一剑，箭头直接穿破了铠甲，庆帝喜不自禁，笑声传遍了整个宫殿，而长公主震惊之余更是感到绝望。为何试射成功穿甲舰会让这位一向腹黑冷静的庆国皇帝如此欣喜若狂呢？其实原因与最后的两场大战有着直接的关系。庆帝的一生最怕两样东西，一个是巴雷特，另一个就是五竹。庆帝谋害了叶青梅，但他一直藏在幕后，所以并不担心五竹前来报复。事实上，叶青梅死后真正来过庆国皇宫找他麻烦的也只有四顾剑一人，而四顾剑只是觉得庆帝作为叶青梅的伴侣却没有照顾好他，所以准备打他一顿泄愤而已。而巴雷特才是那个真正让庆帝夜不能寐的梦魇。当年的庆帝还只是成王世子，而他的父亲成王只是众多皇子中的一位闲散王爷，完全没有上位的可能。是叶青梅选中了彼时那个德才兼备还与自己情投意合的成王世子，并用巴雷特狙杀了两位皇位继承人，才帮助庆帝最终登上了皇帝宝座。但成为皇帝后的他却始终忘不了叶青梅那一晚用那件神秘武器杀死自己的两位皇叔时所带来的恐惧和冲击感。虽然他已经成为了高高在上的一国之君，也进阶到了武道巅峰，成为了宗师级强者，但他很明确这一切都是叶青梅给予的，而自己只是他手中的一枚棋子。也许自己哪一天违逆了叶青梅的心意，也会落得和两位皇叔一样的下场。满腔抱负的庆帝开始猜疑叶青梅，他并不想成为任何人的傀儡，所以权力越来越大，财富越来越多，人气越来越旺的叶青梅原本是他的臂柱，现在却成为了他最大的威胁。庆帝筹谋良久之后，最终借皇后一族之手，将刚分娩完不久的叶青梅杀死在了太平别院里。而那个装着巴雷特的神秘箱子却被五竹悄然带走，唯有箱子上的钥匙被未雨绸缪的老太后藏了起来。其实庆帝并不知道叶青梅当初使用的是什么武器，穷尽他一生的想象力也只能想到这应该是一种威力强大的新型弩箭而已，所以他开始琢磨天底下最强的弓箭能有多强，如果用最强的弓箭来杀他，他能不能挡得住。按照这个思路，庆帝做了三项工作。第一，深居简出，并专门训练了一只铁甲卫藏于自己周遭，希望在遇到这类袭击时能够及时的护住自己。第二，不断精进自己的射术，为的是有朝一日在被干掉之前先发制人，给巴雷特一个痛快。第三，测试护心铠的坚韧程度，不断追加和改良材料。所以当庆帝的穿甲舰破甲成功后，他才会如此的欣喜若狂，因为他觉得自己已经有了对抗巴雷特的资本。这款新型护心镜也确实起到了作用。在范闲带领众人发动第一次对庆帝的刺杀时，正是因为这款护心镜减缓了子弹的冲击，才没有将庆帝轰成肉末。但这次刺杀也意外摧毁了庆帝不久前才建立起的自信，因为巴雷特的子弹是穿过了半个城，并连续击穿了木门、重盾和一名甲士的身体后，才将护心镜击碎，让自己重伤的。如果没有前面的遮挡，结果可想而知。而在最后的终极大战中，庆帝的一只胳膊直接被巴雷特的子弹轰了个稀碎，虽然自己最终捏爆了巴雷特的枪管，将这令自己惧怕了一生的武器彻底变成了废铜烂铁，但他怎么也没有想到未雨绸缪几十年真正杀死他的竟然是因为好奇揭开了五竹的眼罩。